加冷水下锅，八十粒精盐，少许食用油，让它冷静半个小时。水开下锅焯水，煮至开口捞出。起锅烧牛，尖头外酱火锅底料搞里头，蒜末爆香，上挑焯里头，组团蚝油一体的，炒香加水，开下入金针菇，盐鸡精搞里头，不花钱的粉丝搞里头，再放入冷静明白的花甲。就像原配的锅盖，小火咕腾了五分钟，这个就是家庭版花甲粉丝的教程，求求大家了，上方红心帮忙点亮，让红标也上这扇门，没有你的双击真的不行，感谢大家支持。先捞一口，嗯，